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，郑钦文与朱琳作为前两号种子完成会师，迎来了一姐之争，最终还是郑钦文技高一筹，首获亚运冠军，也是中国军团在该项目的五连冠。20岁的郑钦文，无论是世界排名、近期大满贯成绩，还是面对 TOP 选手的胜率，都称得上现役中国网球运动员最强的存在。来到亚运会赛场，无愧是夺冠大热门，他最终也如愿以偿拿下冠军。至此，郑钦文的荣誉簿上又多了一项冠军头衔了。被誉为李娜接班人的郑钦文虽然只有20岁，但已经是大满贯八强选手、 WTA 单打冠军得主、亚运会女单冠军，而他的出道时间仅仅为2年，